我的朋友是一位医生。他昨天去了图书馆。今天我学了很多新词。这是我的妻子。这个地方很热闹。我的家乡有一个美丽的公园。我们下星期一见。我们一起喝茶。他在餐厅等你。我喜欢吃点心。昨天晚上我学习到很晚。我们可以一起去远足。请离我远点。他的朋友都很热情。我的爱好是画画。我喜欢吃蛋糕。我每天晚上看电视。他每天都画画。你的衣服搭配得很好看。你喜欢音乐吗？
她的姐姐很漂亮。她的姐姐很漂亮。请问这里有厕所吗？请问这里有厕所吗？他的家很大。他的家很大。这个菜太辣了。这个菜太辣了。他的汉语说得很标准。他的汉语说得很标准。这不是我的错。这不是我的错。他是我的朋友。他是我的朋友。我们可以一起滑冰。我们可以一起滑冰。他每天都给家人做饭。他每天都给家人做饭。我们去商场吧。我们去商场吧。你喜欢什么花？你喜欢什么花？他每天都看书。他每天都看书。我的电脑坏了。我的电脑坏了。我们可以一起去逛街购物。我们可以一起去逛街购物。我们去喝果汁吧。我们去喝果汁吧。我们可以一起去吃午饭。我们可以一起去吃午饭。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。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。他的公司很远。他的公司很远。我的家有三口人。我的家有三口人。我们去看话剧。我们去看话剧。
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？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。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。这个问题很简单。这个问题很简单。他的房间很大。他的房间很大。你会做什么菜？你会做什么菜？这个书店有很多书。这个书店有很多书。他的狗很聪明。他的狗很聪明。这是我的荣幸。这是我的荣幸。你觉得这本书好看吗？你觉得这本书好看吗？你喜欢什么季节？你喜欢什么季节？昨天下雨了。昨天下雨了。你会说几种语言？你会说几种语言？他正在上网课。他正在上网课。他是我的哥哥。他是我的哥哥。他今天没来公司。他今天没来公司。他在学汉语。他在学汉语。昨天晚上我在家休息。昨天晚上我在家休息。他的兴趣是摄影。他的兴趣是摄影。他昨天去了市场。他昨天去了市场。你喜欢什么电影类型？你喜欢什么电影类型？
我每天都上班。我每天都上班。他喜欢旅行。他喜欢旅行。我想学跳舞。我想学跳舞。我们去爬楼梯。我们去爬楼梯。这个歌手很有才华。这个歌手很有才华。他很喜欢游泳。他很喜欢游泳。我们明天一起去购物吧。我们明天一起去购物吧。他在餐厅工作。他在餐厅工作。你家离学校远吗？你家离学校远吗？他在学校学习。他在学校学习。他每天读书。他每天读书。这个书包很重。这个书包很重。这个地方很有特色。这个地方很有特色。他想学开车。他想学开车。他是一个音乐家。他是一个音乐家。我喜欢在咖啡馆读书。我喜欢在咖啡馆读书。他每天都运动。他每天都运动。你想喝茶吗？你想喝茶吗？我们可以一起练习。我们可以一起练习。他在图书馆看书。他在图书馆看书。我们去吃早餐吧。
我们去吃早餐吧。他是我的同事。他是我的同事。你吃辣的吗？你吃辣的吗？我喜欢吃日本料理。我喜欢吃日本料理。他今天很累。他今天很累。这个苹果很甜。这个苹果很甜。我们一起去看电影。我们一起去看电影。他在看电影。他在看电影。我的朋友很友好。我的朋友很友好。他在公司工作。他在公司工作。我们去看展览。我们去看展览。他在打乒乓球。他在打乒乓球。明天是个晴天。明天是个晴天。他在上网。他在上网。他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。他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。我喜欢晚上散步。我喜欢晚上散步。你会跳舞吗？你会跳舞吗？我们去湖边野餐吧。我们去湖边野餐吧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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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